呢一條咧就係、是一條唔算話太難嘅拼裝嚟嘅啫。咁啊就有個圖俾你嘅，就係30度、20度 A， 咁就問 A 係多少。咁做呢啲數咧要冷靜啲，第一時間揾出特徵。特徵係咩啊？有一個三角形突出街嘅。逢親見到三角形突出街咧，即係暗示咩啊？要用 X D angle of triangle 噶啦。記住一點，唔好用 angle sum of triangle。angle sum 就係慢咗噶。咁以呢個為例，咁呢一個三角形，呢一隻角加呢一隻角就等於咩啊？突出街就呢一隻角，見唔見到突出街嘅？咁即係呢只角幾多啊 ？A 加三十，所以我特登畫過呢邊。呢、這個加呢、這個突出街，見唔見到？就 A 加三十。跟住然後呢一、這個同呢一個嘅話，就突出街變成點啊？就呢、這、一個呢一、這個突出街呢一個咯。咁係咩啊 ？A 加三十加二十，咁就用曬兩隻角。咁呢、這個跟住呢個四點圓圈邊，見唔見到？去翻個圖，一點、兩點、三點、四點，四點圓圈邊兩個互啤嘅，就加埋一百八，咁咪一百八十度。咁最後答案咧就會計到65啦。啊，咁呢條數最緊學咩啊？有嘢突出街嘅，唔好諗咁多啦，一定用咩啊 ？X D angle of triangle， 然後 avoid 唔好 instead of 用咩啊 ？Angle sum of triangle。OK。